佛是什么样子？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眼见色看得清楚，耳闻声听得清楚，舌嗅香闻得清楚，舌头肠胃也清清楚楚，身体接触，起心动念不都清清楚楚吗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那就叫佛。